师父看到恁安尼，真正呢，菩萨无休息，菩萨袂当休息。那休息呢，菩萨会多多会断气啦。所以咱逐天无出去，嘛都爱手机啊提起来点点点，吼，啊，甲逐个人分享，叫伊看大爱，吼。啊，师父咧讲的有听到无？啊，那您有那啊？但是呢，教因讲哦，安怎做菜多素食，咱若素食吼，大家人拢会当素食啦。这吼是真正会发挥爱心，因为众生佛陀来人间度化众生，唔是干那讲度化人生，咱拢讲众生。众生除了人的生命，也還有其他的动物的生命。那大家人要养成了好心积德，就是咱要重视众生的生命。看到众生在咧活啦，咱会真快乐。这呢叫做智慧，心清净啦。专实心地，总共一句，时间咱爱把握，因缘咱唔通好失去，吼、哦、呀，因缘嘛爱把握啦，呀，咱爱发挥呢，咱的良能，咱要安怎样见人讲好话，那时间做主者，主者呢？就是叫做菩萨道，主者就是菩萨道，这是因人人立主者啦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。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